大草原上的民宿被拆光光，这是垦丁国家公园内埔顶路上热门民宿。业者近期在农地上加盖卫生井，被垦管处强拆。咨询拆除，他轰开，他工农法作业就下来呀、啊，来不及拆除，所以垦管处来拆除这样嘛。 此外，通往南湾的电力超商业者今年也偷偷加盖回廊，当成用餐区，已经被垦管处拆到不堪使用。民国100年以后的新违建或有公安疑虑的违建，本处均将列为第一顺位来拆除。而他对面超过20年的知名饭店里头造景游泳池，有一部分已经超过农地申请范围，垦管处要求自行拆除。经拆除公告后，有14件自拆。 那限期他们在12月26号之前拆除完毕。国家公园境内违建都会破坏生态，业者千万别以身试法，否则面临强拆命运。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